现在个2斤8两嘛，2斤8两8块钱一斤，算3斤了，24了。啊，不到3。你这刚刚怎么对我说35呢？刚刚又跟我说事情呢？哦，不是，给你算错了。你这8块钱你也不过也不到35。做核酸，他在核酸的那个检测点边上啊，正好我妈呢喜欢就是吃这个烤红薯。昨天呢我就问我的价格多少，他说8元，因为一个多月前我们买还是8元啊。到了吃到红薯呢，他跟我说35元。我说35元嘛，稍微有一点资质的买第一反应嘛，8块钱一斤嘛，1斤1个嘛，而且这个红薯哪里有1斤啊？那我说你这个红薯几斤？他跟我说4斤多，我把手机拿出来，我说相亲不相啊。那听完这样说嘛，马上就变了，说算错了，刚开始说2斤6两，后来嘛说2斤8两，2斤8两说说嘛又说3斤6两，那我就问他你到底几斤？跟我说2斤8两，那钱就是给他的了，总共是22.4块钱。我回家一称呢，只有2斤5两票，还是缺了就是2两4。这学生们，反正老年人们也都不容易，但是觉得就这种行为呢，就是说有点太恶劣，缺斤短两嘛，稍微缺一点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你这种属于一种欺诈的行为，而且针对的不是一个，其他人呢，就说买的时候嘛，也多一个心意了，是这样。